我们的美式松饼粉，那它的颗粒其实摸起来是很细致的。我的预拌粉的话呢，你不用像坊间的一些预拌粉说还要再过筛，这不用了。我们的 particle 都已经是调得很细致了。那今天为你们打的呢，我们是只有取一半的量，那就是500克的美式松饼预拌粉，是加5克的全蛋，那在250cc 的鲜奶或者是牛奶，这个是牛奶，那么也是一样，重点是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的操作也是很简单，你可以慢速搅拌均匀一分钟之后呢，刮刀再刮一刮，再打，再快速搅拌一分钟就 OK 了。那么好了之后，把它倒到我们的定量器，这样就完成了。OK， 那我们进行搅拌。